来把永恩，双剑华斩。永恩太帅了，其实永恩这个英雄挺帅啊，对吧？看这头像，我操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但是为什么看这个人物感觉不到帅呢？帅啊！来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这把他有没有跑对面？亚扎卡纳随处可见。不要慌，死哥在对面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战绩啊，你别怕，你别吓我啊。哎，怎么又没开始就又送一个呀？这些人怎么这么一团，怎么老死呀？我人傻了，兄弟。全军出击。嗯，我会玩永恩吗？你不是废话吗？亚扎卡纳潜伏在各处，我将终结他们的肆虐。好，这个不是上一把阿卡丽吗？看战绩也挺下饭的呀，感觉。这把不能让你起来了，上把我是玩狗头人啊，让你舒服了。这把玩永恩的话，虽然说我的永恩很菜。Q 一下，别急。Q 两下。Horse B。有的时候想要救人，必先有一战。Q 到了。他应该从这边过来了，但是他又亏兵了，他如果往这边走他会亏兵。哎呀，打野应该快来了，玩永恩的话只要憋出第一个攻速鞋就会好打一点。这怎么打？打也炸了呀！我的兄弟们，一剑开门，打也炸了。嗯。被天地恶灵驱除。伤害有点高的，小心对面阿卡丽闪现翼啊！恐惧之间，压榨。漂亮。不用来，炮车漏了，感觉这个螳螂可能在，我一头吧，这艾克干什么呀，兄弟，都死三次了呀，稳住不呀，兄弟，瞎玩。不着急。
留了，鞋可以做了。好，咱们第一个攻速鞋做了就很强了。嗯，攻速鞋，再来一个攻速，好，无敌。我这个装备出了就厉害了。盾弓，这把必须要做盾弓。嗯。Q 啥呀？嗯，可以，就是你们啥样都会说一下呗，对吧？嗯，就啥都可以说一下呗。留了，来了，老弟。若是没有悲痛所做的实验，小螳螂别给我逮到了啊，不让我抓是吧？那行，那我不去了啊。嗯，螳螂在下，螳螂在下，不让来抓你们打不过呀。吹风，你这个是什么走位啊？哇靠，他们的走位太好了吧，我溜了差一点毙了，再见来不及握手。嗯，好走位，少侠好走位，黄金漂亮，于我而言一概是猎扫描。嗯，走位太好了，我好，最主要是我这个刀太细了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，就这么一丢丢太细了。嗯，万豪也起飞了呀，万豪起飞了，坏了，时间所剩无几。650可以，感觉这把我要 C 了，兄弟们。这把交给我来 C， 兄弟们。八级，意思了。我觉得螳螂在。他妈了，他爸刚不过他，兄弟们目标出现已清楚，来个暴击吧。怎么打卡莉呢？打卡莉，我来想一下怎么打。嗯，别慌别慌别慌，我何时才能体会到安宁？我得 Q 到他才可以二他，不然的话二不。如果面具戴得够久，你就会忘掉后面的路。六级之后的阿卡丽怎么伤害这么高呢？看都看不懂，一套就秒了。嗯。来了来，抓一波，
可以上了，可以上了，可以上了。丢了，他队友能不能越塔了？我就回家了。上路通关了呀，上路确实通关了。嗯，我的天哪，兄弟，嗯，这个万豪也太废了吧，这万豪。重归狩猎。等我把盾弓做了啊，等我盾弓无尽。两个刺客，两个护甲。好的。透过面具，我看到他们的真容暴露无遗，而我自己的本性却始终遥不可及。W 闪给我杀了，蓄意轰拳轰了579滴血。能杀就行，就这个网豪我们四个人打杀他就费劲。嗯，这一把有对面有好几个网豪，十几，迅捷步伐吸了591滴血。盾弓，盾弓再来个暴击，88暴击。
盾弓瞬间没了。我要你在哪里？知道了。点了点了点了。永恩也不行的，永恩也不能玩，知道吗？再来个暴击吧。看来我的永恩只有黄金水平。看来我的永恩只有黄金水平。他还给我放了个点燃，我真的只有黄金水平。嗯。是我不知深浅了，不应该玩这个英雄。扫描一下，七口血，等螳螂过来。螳螂十一血，等级比我高，他来我就死了，他只要来我就死了。溜了。早在刀剑和魔法出现之前，言语本身就容易拯救灵魂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太棒了！嗯，你很装呀！盾弓都顶不住了，盾弓顶不住伤害了。裂开了，哎，他这一步不走，感觉可以杀他。走不走？还不走的话，索尼，交给你了，漂亮。放下心防。阿卡丽就要闪现了，快了，给这个阿卡丽装到了，好气啊！哎，但是我的永恩确实菜啊，该说不说，最多黄金水平，打中这打中局不太行。哎呀，给对面吃了两把分，我好气啊！可以。今天手感不太好，我们明天再战啊，兄弟们！明天必来一波连胜，兄弟们！每次奇怪，这对面这个一不小心他就十个头了。交叉吧，明天必来一波连胜的。只是今天的话，我在练英雄，是吧？
放心。漂亮。交给我了，交给我了，交给我了。太好。哎呦，我操，我这真的好，天了，哎，这拿到手。天了，哎，螳螂死了，螳螂死了，我接不到，我接不到。170刀啊，无尽1500，除了无尽我的伤害就起飞了，13级。嗯，等我无尽打一波团试试。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啊，他这拿拳头的为什么可以打得过拿剑呢？从这个科学来说，他应该是不应该打得过我。哎，我靠，哎，哥直接裂开，我靠，厉害。可以。嗯，兄弟们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又跟兄弟们说声再见了，大家最后打一波888，我们晚上再见，拜拜。嗯，拜拜兄弟们，今天玩的不太好啊，明天必来一波连胜，拜拜拜拜。嗯，拜拜拜拜。